明哲啊，是这样，就是因为你，这明哲集团才能有今天这么大的成就，是吧？我特别理解。你说你亲手带出了企业，那就像你一手养大的孩子一样，就能没感情吗？ 说回来了，你说，就算你养大一个再好的孩子，你能让他算你一辈子吗？是吧？更何况这个企业不是你一个人的呀，那是大家的呀。你不能让这么一家企业就填满了你的人生，是吧？你辛苦了一辈子，你现在那个企业把时间又还给你了。 啊，你现在财富自由了，又有时间了，应该好好享受生活了。你就是头脑简单。是是是，你说的对，别看我挺大的脑袋，其实小本挺简单。你过去说我总是跳槽，不是？你干成什么正事儿？ 这个你说的很对，为了你办法，我就这个性，我没长性，我不可能在一地方就那么待着，然后做做那么一件事，那我就会到老的时候回忆，你说那该多闷得慌，多没意思啊！那我就会觉得一生我都亏大发了。明州，你跟我不一样，真的啊，你看你。 干成那么大的一件事，但是呢，该放手就放手吧，啊！我真的期待着能有那么一天，啊，咱们闲下来了，一块儿去周游世界，嗯，看遍所有好风景，然后到老了实在走不动了，咱们就坐在火炉边。 当然，我要回忆起我的人生来，那就不如你了。我去了不少地方，但是没干成什么正事儿，你的人生多精彩啊，多令人羡慕啊，是吧？不管怎么说，一切说不好，真的对不住你，啊，让你那么辛苦，让你感到孤独、寂寞。 明珠，你放心，以后不会了，有我呢，不会了。明珠，慢点，小心一点，来。 原来说咱们这儿是商业用地，那店呢也是商业用店。现在咱们这是养老用地了，那电费怎么还那么贵呀？就是啊，你说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也是注意到了，我们也跟上面给反映过，人家是这么回答我们的，说呀，我们现在虽然是批了是养老用地，可是咱们不是还没有大面积开发呢吗？在这个过程中，咱们就还属于商业用店啊。等咱们开发完了以后，咱们都入住了，咱们再去。 逐级汇报，再来改变这个现状。那什么时间？太长了，多少钱呢？不是，我得多花多少钱呢？哪有这样的道理啊？明州，我是跟反映他们就是这么回答我的呀。你跟谁反映了？上面反映了？对呀，你的管委会主任，你就是这样搪塞群众的吗？就是，对不对？明明咱这是养老用地，为什么按照商业用地的标准来收电费啊？这事你得管。 哎，对，我不是没管，人家就这么回答咱的，咱又没这个权利，你说咱们能改变这个？你管了，管不了，干脆让贤。对，对，群众利益无小事。哎，对了，瞎说。你这话说对喽。他们糊弄群众的事儿还少啊？哎，我们家那马桶啊，经常的漏水，我早就想换了，可是啊，每次让他们来修，他们只管修。
就是不给换，这都一样。哎呀，我们家那门自从装上以后，哎，就一公分的缝，你说这里边有没有贪污，我们也不知道。嘿，你看你这说这个店的事儿，怎么还说到贪污了？这哎，就咱们这地方，你们都是老职工了，就这地方你想贪污，能有什么可贪污的呀？就说门的事儿呗。好，你说门，咱就说门啊。门是因为咱们刚刚，对对，前程，你问问他，他最清楚。你跟他们说说为什么？前程，这是你弄的？不是，是这样，听我解释一下。大家有意见尽管提，但是别上纲上线儿啊，好吧？啊，还有呢，咱们的确当初缺钱啊。另外，咱们住的都是过渡房。以后呢是要重新开发的啊，好吧？哎，提了多少回了？行行行，听我说，听我说，找他俩说没用，咱们找陈新成去。走，走，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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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活过来了。来，大家听我说几句啊，大家反映的情况都是确实存在的，我们管委会呢一定尽快，哎，马上着手解决啊。哎，但是鉴于我们目前的条件呢，我们也只能维修，不能更换啊，大家理解啊。那但是我相信，随着我们社区越来越壮大，条件和情况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对，越来越好啊！对对对对，会越来越好的啊，越来越好。大家听我说几句。权力需要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所以我建议成立社区监督小组。同意，哎，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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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竞选监督小组组长。你选的票还选不上啊？我不能选了，那我要选，那不成了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了，不合适啊！哎，我选夏明征，我选夏明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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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选夏明征，都选夏明征。夏组长好，锻炼呢？好，你好，夏组长，哎，夏组长，哎，你们好。那报栏里的报纸有一个星期都没换了吧？你不用跟我说，现在大家都用手机看报，我就问你，那老年人有几个用手机看报的呀？再说了，咱这不是订了报纸吗？那报纸怎么就给陈新成一个人看呢？你这分明就是只顾拍领导的马屁，不管群众的死活。那行，那这样吧，你给我派个人，这事儿啊，我负责。好。小叔叔说，我妈找我。啊，那进去吧，你妈在屋里呢。嗯，爸，你说我妈找我能干嘛呀？哎呀，甭管她让你干什么，啊，她说什么你听就是了啊。哎呀，担心什么呀，孩子，那是你妈妈。好吧，嗯，爸，您先忙吧。哎，好。啊。小叔说您找我。是啊，哎，那报栏的报纸是你负责的啊？对，该换新报纸了。啊，那我现在就去换。你等会儿，我跟你一起去。
今后就打算在这儿干了是吗？嗯，我挺喜欢这里的。要是真喜欢，那就留下吧。妈，小晴啊，你在这儿的工作大家都很认可，但是工作这种事儿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你可千万不能学你爸呀，一定要努力，要踏实，记住了吗？放心吧，妈，要不然妈可不答应。嗯，我知道。好，嗯，走吧。张桂荣年轻的时候打又打又打的谁也不理谁呀、啊、这老了呢都成了伴儿。你们俩说这是幸福啊还是悲哀呀、啊、那就看你怎么理解什么叫夫妻了。夫妻他也是有爱呀、啊、那就得问哎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了。过去呢觉得年轻人啊那种死去活来啊那才叫爱情。到了这把年纪了啊世道人心也见得多了。他倒是感觉两个人呢互相依靠啊处的就像血脉相连的亲情那样的一种感情才是爱。哎嗯拿我来说吧。有时候扪心自问，我爱过夏明洲吗？许多年，我只有在经济上需要帮助的时候，才想着去找他。其他时候，避之唯恐不及啊。可现在又不一样，现在看着他受苦吧，我心难受。见着孤独呢，我就想陪他。那谁能说这不叫爱情啊？你瞧瞧，你这还就说中人家某人的伤心事。你看，这是这个住宅区啊，五六七，全是12层的小高层，南北通透的洋房，一二层呢是活动区，3层以上全是居民。哦，就这个地方吧，啊，啊这儿三，这个地方我们专门针对老人设计了一座2甲医院，因为咱们周边已经有2座3甲医院了，所以我们这个特色就是医养结合。我这是没讲完，你老跟我抢什么？你抢谁抢你？就是你这老说不到重点上，还不让人说话。这个规划图里怎么没有游泳池啊？哎呀，这设计的够好的了，别要求那么高啊！这老胳膊老腿的在闪着，还游什么泳啊？嗯。肖尚卿，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什么老胳膊老腿儿？老了就不能有要求了？老了生活品质就得下降？我们工作一辈子了，为社会创造那么多财富，我们就不该享受享受吗？还有，这规划你找人做的吧？这什么规划呀？拿回去重弄，这个不能通过啊！这，哎，夏总，你是不是要求有点太高了？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是为我自己吗？有，我不是这个意思。哎，你想咱们千挑万选的定了这家开发商啊？原以为国家对我们这种养老的社区的项目会有特殊优惠，那开发商还不得扑头盖脸的上？哪曾想人家这一算账，说咱们这社区他不能高消费，那人家只做养老社区呗，那人家挣不了钱呢。谁说不能挣钱？咱们可以搞差异化经营。你看，咱们在规划的时候就分出不同的生活区，那收入不同的老人，他可以住在不同的生活区。哎，我还做过调研，
你看咱这个社区啊，老人很少有买车的，可是你看你那个规划，每一个楼底下它都有地下车库，咱们只要辟出半个地下车库的这个面积，就可以弄个游泳池。那恐怕开发商他不愿意。咱俩去跟他们谈呢。你俩？咱俩去啊？啊，那他俩这辈子干过什么大事儿啊？那跟开发商谈判这种事儿，不还得像咱俩这样有经验的去吗？是是是是。啊，我觉得夏总说的有道理啊。哎，要不咱们到我办公室，咱们把这个详细情况再聊聊呗。行，好吧，走吧，拿着啊。黄庆，哎，谈得顺利啊，我们中午就回来了。要不顺利呢，我们就在外头吃口饭，下午接着谈。这儿就拜托你们两位盯着点了。你放心，你们那是大事儿啊，你们安心谈，争取谈下来啊。哎，孙建成，群众反映楼里那厕所反味，你带几个工人好好去看一下，修一下。也不知道当初你那装修活是怎么干的。听见了吗？啊，听见了。嘿，真是人靠衣裳马靠鞍啊！你瞧见没有？那俩一捯饬，真有点当年叱咤商海的味道。叱什么叱咤什么叉呀？你瞧那陈新成，明明副驾驶这位子空着他不坐，偏要挤到后边去。人家一直都坐后边的呀。哎呀，真是没想到啊！当年二位这也是商场上的老对手了，如今都成队友了。世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嘛。他当我的队友？怎么着，不合格啊？中规中矩吧。哎呀，看你们的样子，依稀能感受到当年那个新城和明州两大集团打擂台的风采啊！啊。梁总，我们就先回去了。行，麻烦你按照我们今天谈判的结果，把整个的规划方案再重新做一下，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谈。好的，好的。不过不得不说，夏总，今天您这气场啊，让我们的南禅的设计师都服了软。您这是宝刀未老啊！那是，到底是夏总啊！来来来，车来了，谢谢谢。慢点，慢点，陈总。献殷勤，老正经。什么？你说什么？啊，我说，这芹菜老了，你看，老了，啊，看着挺嫩，其实老了。你看我这个，这边，这个这块规划的，这个挺好的，这像个公园。对，这边好，因为你看它有一个红色的阳光。哎，放在健身器这。对。明州。哎。天色不早了，还是早点回家休息吧。我们忙正事儿呢啊。不是，你不是睡眠不好吗？这晚上工作不合适。行，我的事儿你就甭管了，家是我自个儿的，该回我就回了。我跟陈总还有点事儿没谈完。你先走吧。你这身衣服哪儿弄的？偷的呀！啊，我这是从品牌店买的。哎呦，不好吗？
那赶紧回去换了吧，别整天花里胡哨了。穿西装啊，还得看气质。钱程，把这西装脱了吧，你就是穿着龙袍也不像太子啊。我要是穿上龙袍，那我就是皇上。哎，是你是你是。行了行了，先回吧啊。你这说的。啊，回吧。好。那陈总，咱们继续。可别叫陈总了，我打这一退休啊，人叫我陈总，我都觉得是讽刺我，就叫新城，新城。好，新城。那咱接着聊。我知道哈，你担心这个差异化服务之后呢，咱们这个社区那些收入比较低的一些居民啊，他们享受的这种服务等级会下降。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第一呢，服务是要花钱购买的，你花的钱少，那么你享受的服务少，这个呢也是天经地义的，你同意吧？同意。再一个呢，是虽然我们差异化经营了，但是咱们的服务团队它还是一个，没什么差异。到底是带过大企业的，一说就明白了。都不用说，一个眼神，咱们在商场上交手多少回了？是啊，不是都说吗？最了解你的其实是你的对手。现在咱们从对手变成了帮手。笑什么笑，莫名其妙。我说几句吧啊。其实咱们这个地方就是个社区，大家伙的住在一起，抱团养老，还搞什么规章制度啊？有人的地方就有社会，有社会的地方就要有制度，不然怎么管理？我同意，我同意。你看，夏总说的呢，就跟管理一个企业是一样的。我的意思是啊，你看我们都被人管了一辈子了，老了老了，能不能给点自由啊？所谓自由，以不妨碍别人为边界，这个边界怎么定？在社会上有法律，在咱们社区，那就得有规章制度。你们俩听听，这才是做过大企业的人呐。那我的意见是，既然你们两个都做过大企业，那这规章制度就你们俩搞呗。怎么了？你就负责记录。瞎插什么话呀？嘿，你这还不让人说话了？你真行了，你这他这人就那样儿。新城，哎，咱俩把规章制度搞一搞。搞，还新城，真受不了。嘿，你在那嘀咕什么呢？我没嘀咕什么，我就搞去呗。夏总，不行了，这太严了，太严了。严吗？严呢。还好吧。哎呦，他都不是咱们的员工啊，毕竟都是些退休的老人，咱不能把他们当年轻人那么绑着呀。好吧，听你的。哎呦，夏总，我还从来没发现你这么好说话呢。那也得看是谁说的。哎呀呀！再说了，你说的有道理吗？我当然认同。孙前程可没您这眼界。哎呦呦呦呦，您怎么这么说呀？我讲了。那您看您还有其他的意见吗？没有了，暂时没有了。您都想得这么周到吗？夏总啊，真是宝刀不老。夏总还忙呢，哼，差不多了。我改了几个地方啊。哦。哎，你进来，我跟你说说呗。哎呦呦呦呦，小心！小心点。你看他把你放到这么一憋屈的地方，实在是委屈你了。哎呀，没关系，我是身居陋室，胸怀天下。还有啊，今后您也别叫夏总。啊，就叫明州吧。叫明州。明州，我看这样啊，我那办公室大，要不你搬过去，
做俩人绝对没有问题。咱们这样以后谈工作呀、聊天说话，他都方便。我算看明白了，以后管理社区就得靠咱们两个。那两个一辈子被人管，他没管过人呢。要说经验的水平啊，他什么都没有啊。哎呦，哎哎，一亿万富翁吧唧死了，五个女的带着孩子上法院去，哎，争遗产，乱了套了这个。肖长青，你多大了？啊，一个大老爷们成天念叨这八卦新闻有意思吗？哎，怎么着了这是？你不是也跟我老念叨八卦新闻吗？啊，你就有意思。啊，是谁招你惹你了？哎，您慢点哈。哎，没事没事，可以，可以。太沉了吧？没事，我一个男人，我当然应该扛沉点的了。哎呦，小心别闪着腰。来来来，我来，我来。哎，我来。来。哎，我来。哎，呦，怎么着这是？搬过来了。你说当初咱们仨小心眼儿，把人夏总放到那么个小地方，多不合适啊！现在我这屋大了，把人请过来，在这边我们平时谈工作也方便嘛，不是？对，是。钱长啊，以后我跟夏总在这个屋，我们谈工作方便啊。你跟长庆在那个屋不是挺好吗？咱们两边啊。对，哎，需要帮忙吗？走，咱俩搭把手啊。我没这闲工夫。不用啊。从来没见他这么勤快过。对别人不用那么勤快，对我们。明州组长当然得勤快点儿。那是明州组长。哎，你别说，哎，陈新成变大方了。行了，还说怎么了？我原来也觉得把一个女人搁那么一角落里她不合适，您现在搬过来了，俩人一办公室，这多好啊。好啊，忒好了，比好还好啊！你怎么了？你跟吃枪药似的，你这两天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有病！小月，你就在这门口盯着啊！时不时的，要。听候陈总的吩咐，你现在就可以进去问一问。哦，来，进来。发菜帮什么那些。陈总，要不然就那个，我就在外头，你有什么事儿啊，随时吩咐。不用打搅了，我们这谈事儿呢。哎，谈工作，不知道谈啥呢。说您刚才说什么？啊，我没说啥。哎，小月，我跟你说啊，就在这儿盯着啊，哪儿也不要去啊。哎，就在这儿，时不时的呢，就去问候一下陈总。万一有什么吩咐呢，别误事啊。哎，就在这儿盯着。哟，你可回来了！我告诉你，咱们这又出事了啊！那个牛大妈又闹幺蛾子了。上一次不是跟王大妈因为打饭的事儿两个人争吵几句吗？现在好了，成天堵人家门口指桑骂槐，人家王大妈来找来了，这事儿就得你出面管管啊！啊，这事我管不了。我连自个儿家的事都管不了了，什么意思？你这是？你跟夏明洲两人分着住呢，你当然管不了他了呀。你什么意思？我们分居了就不是夫妻了吗？分居了，她就不是我老婆了吗？说什么呢？这是？这股邪火他冲谁呢？这是。跟那两个谈那个管理，
那就遇上文盲了，没法交流，对牛弹琴。哎呀，有时候我也在想，孙叔叔，你查出来的呀？我也不至于把事儿做成现在这样。啊，歇会儿在这儿。咱们要强强联手，你说今天我们正忙着呢。哎，哎，哎呦喂，牛的妈，王的妈，哎呦，我的二位老姐姐，咱说了这么半天了，就是这点鸡毛蒜皮的事儿。你看，你看到现在，你们俩心里还有没想明白呢？这心里还有疙瘩呢。咱们这样成不成？这心里疙瘩没解开之前啊，您呢？别往他们家门口走，啊！您也别往他们家门口走，您有事儿您往这边走，您有事儿往这边走，先不碰面，行不行？这路又不是他家开的呀，那又不是你们家开的呀！就别吵了，别吵了，说半天还吵呢。路不是你们开的，是公家的。我这不是意思就是说，咱们矛盾没解决之前，咱们瓜前李下，咱们避个嫌。什么时候大家都想想想通了，咱们再这样做。您说呢？嘿嘿，牛大妈点头了。哎呦，王大妈，您看这牛大妈都点头了。您也想想，咱们都是一块进厂的老工友了呀。您想想，这多少年了，从年轻开始就在一块儿，老了还能到一块儿来养老来。哎呦，这多大缘分呢，这是。咱们就多念一下对方的好，是不是？咱们一块儿和谐的过好咱们的养老生活。哎，对了，牛大妈，我还记着呢。有一年您突然生病，王大妈跑前跑后的把您送到医务室去，是不是？你看，想起来了吧？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牛大妈都哭了。行了，那你们二位就，咱就这样。别哭了。饿。这老姐俩，哎呦呦呦，受不起，受不起。谢谢您了。哎，走。哎呦喂，这一上午啊，嗓子都说干了。回来了。嘿，我这刚摁下去，一包又鼓一包的。怎么着了？谁招惹你了？谁？还能有谁？陈新成啊，他怎么着你了？他勾引我老婆。你说什么？你还让我大声嚷吗？陈新成。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夏明洲不值得勾引吗？我的意思是陈新成他没有兴趣去，不是这意思，是陈新成他勾引谁，他也不会去勾引夏明洲啊！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哎，夏明洲就跟个男人婆似的。你说他陈新成，他就算是勾引人，他也得去勾引一个女人吧？你的意思是我这辈子娶了一个男人吗？不是这意思。你听我说，我的意思说咱们这院里他女人挺多的。你的意思他连院里大妈都不如吗？我不是这意思，我让你给造懵了，我这越抹越黑。我的意思是说，你到底看你看什么呢？哎，咱可一把岁数了，咱别把这事儿弄错了。没有错。我看得真真的，两个人成双成对，出出进进，一口一个明洲，一口一个新城，这有错吗？
逮着他们俩了，你捉了奸了。说什么呢？我们家明州是那样的女人吗？不是啊。嗯，那有什么呀？我看见。说呀。我看见。我急死我了，你！我告诉你啊，自古以来有句老话叫“捉贼捉赃，拿奸捉双”。你要是没有看见这个，你说那可都不算啊。我看见他们在一起坐着，亲热地聊着啊，还有夏明洲还说什么“相见恨晚”，你听听，长靖，你听听，“相见恨晚”，什么叫“相见恨晚”？那不就是啊，要是早见着他，就没我什么事儿了吗？倒是这个意思。这不是陈新成勾引我老婆是什么？你刚才说是夏明洲跟他说的，嗯。那如果是女的跟男的说，那不就是女的去勾引那男的吗？那不就是夏明洲勾引人家陈新成了？什么？我的意思是，夏明洲这个人一贯是作风正派。那当然。你光凭着这点事儿，你不能说明什么事儿，对不对？夏长庆啊。我一直以为咱俩关系不错，我才跟你说，对不对？可是我发现你在这个问题上，你一直是偏向着陈新成，而且你还贬低夏明洲。我告诉你，我一点没有贬低夏明洲的意思。我还跟你说，夏明洲在我心里是一个好女人。你看看人家，也奔六十去了嘛。哎，市里有名的企业家，人家把一企业做得多好，老了人家退下来了，到咱养老中心来了。为老人服务一样是兢兢业业，一点不含糊，对不对？哎，你看看，就你看看他原来陈新成的办公室，跟个狗窝似的，哎呀，都不愿意进去。可是你看人家夏明洲来了以后成什么样了？五星级酒店，六星级都不如。我告诉你，我都后悔。哎，当时我怎么就没有跟夏明洲就一个办公室呢？那个时候我们俩要是在。你看着我干什么？你可别乱想啊！我虽然那个中年丧妻，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勾引夏明洲。再说了，我也得挑食，是不是？什么？你这样，我呀，我为你，我去找那个陈新成，我让他自己注意他的生活作风问题，行不行？这还像句人话。哟，小月，你站这干嘛？跟门神似的。肖叔啊，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站这儿，孙叔让我站这儿的。他让你站的啊？呵，哎呦，五步一岗，十步一哨，防到这种程度都。说防什么呢？防，没事没事，你去，我替你站会儿，你歇着去。真的啊？真的。那我走了。你走走。相见恨晚呐、啊，相见恨晚。嗯，我可以进来吗？哎呦，别闹鬼了，进来吧。哎，你就一个人在呢啊？那不一个人怎么着？你找谁呀？没有没有。我觉得，哎，这间办公室，坐俩人还行哈，凑合呗。哎，创业嘛，不能讲究太多。是。哎呀，这夏明洲这个人，其实挺难相处的。但是我看你们俩，哎，你处的还行。哎，还行吧，让着他呗，男不跟女斗。哎呀，你说你们俩真有意思，俩
著名企业家，在商场上斗了一辈子呀，你死我活的。哎，是老了老了，俩人坐一间办公室里还面对面儿，你说这不是缘分吗？这不是，哎，缘分，缘分。嗯，哎，我看你们俩一天，你说我笑的情绪非常饱满，哎，你得注意注意我们旁边的情绪啊。你想说什么？我想说就是，哼，孙虔诚这个人吧，哈，其实他跟夏明洲咱都知道，嗯，那俩人虽然是夫妻关系，但实际上名存实亡。但是你万万想不到的是，孙虔诚，哎呦，可在意这夏明洲了，盯得可紧了。所以我觉得你啊，你得稍微的注意点影响。没事，我注意什么？注意自己的个人形象啊！哎呦，你说你是吧？一辈子都在领导岗位，是啊，这个行得端。走得正，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这个纪委都没找你谈过话。你看你这人，这一辈子，咱别到老了老了，让人说闲话。说什么闲话？孙虔诚怀疑你跟夏明洲的关系。时光能否请你慢一点，慢到足够通过往告别。时光能否请你快一点，快到忧愁烦恼都忘却。打包所有疲倦，蒙着眼还向前，柴米油盐偶尔冒险，找一个梦去实现。我们一年一年一年围着幸福绕了个圈，绕个圈，酸甜苦辣尝遍，遗憾没有最优解。这一生人海来去，沿着缘的轨迹，尽好的坏的尽我们自己。春夏秋冬岁月漫长，东南西北人海闯荡，太阳照常升起，生活还要继续，总有人一路同行。酸甜苦辣尝遍，遗憾没有最优解。这一生人海来去，沿着缘的轨迹，尽好的坏的尽我们自己。一天一天一天哭过笑过绕了个圈，绕了个圈，悲欢离合走遍，没有解不开的结。这一生团圆分离，回望每段情历，请每个努力生活的你。